大家好，我是小狗七八，今天给大家带来是汤姆逊彩蛋。首先，第一步，在 Dresden 地区启动了反重力金字塔之后，在这个地方窝撞，然后你可以看到柱子上有一个粉色的粉笔，拿了之后有声音效果。然后来到 Notch 地区，在旋转楼梯上看到有一句 Salvation Light Above， 要把它放在正确的地方。最后来到 The Mob of the Dead， 也就是监狱地区，在这个地方拿到这句话之后，我要把它放在 Kino 的 Untotem， 也就是剧院地区的剧院的后面的一面墙上。顺便说，每当把句子放在正确的位置的时候，你都可以听到一个同样的效果音，和拿粉笔是一样的，所以你可以确认自己到底有没有做对。拿到剧院的这句话之后，我们可以把它放回到 Mobile Dead， 也就是监狱地区，这样三句话就搞定。之后来到 The Risen 地区，在这面墙上取得句子 Knowledge。然后通过传送门先来到 Mob of the Dead， 然后通过跳板来到 Verect 地区。这句话句子在地上，所以不是很好找，大家可以在视频大致的位置上按框就可以。之后把从 Verect 取得句子放回到 Notch 地区这个旋转楼梯的地方，也就是第一个地方，然后你可以听到一个明显的彩蛋完成声，好，第一步彩蛋就完成。之后就可以在敌意地区买到汤姆逊。然后在 Notch 地区一楼有一面桌子可以放置想给同伴交换的武器，然后 solo 的话就不用。以上就是汤姆逊彩蛋，感谢各位的观看，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